哦，我想我这边的100，他居然不放年龄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全部都补回去，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补这件事。现在做补100岁这件事，这是从2014年系统那边捞出来的资料，它居然每一个年龄别它都有放，就是100岁它没放。好，画面借我用一下，你看一下哦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先给你看一下，这里面有空值。这个是2014年第一个行政区，就是松山区，它这个是空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。104年的松山区女生，刚刚是男生，这边是女生，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空值？好，那请问一下，2014到这样，2014年就有，因为12个行政区又分男女，所以有一年就有24个空值的地方要改成100岁，对不对？请问你要怎么改？没关系，一个一个改，千万别做这种事。那你还有几年？2015、2016、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，还有6年呢。所以24乘以，等于说24要乘以7，总共7年要改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168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是这样做，选到它，选到整个年龄，然后取代，这个什么都不要打。这个什么都不要打，然后这一个取代成100，全部取代，可以吗？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刚算给你听那168，就是在讲这件事，他把每一格都塞，就是这样都塞好了，你就再也没有一个空白，这个好。以上就是整个人口数的计算，请你们现在动手做取代，把空值取代为100。